他说：“此次出自美国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再是你自己。这可是我们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啊！”我要让你跑。我现在有了你，我怎么能撇下你？怎么能撇下这个家？去跑吧。我是主张抗战的，但必须要做到全国抗战。薛良正为此竭尽全力。停车！我们有孩子。刘长春，此次出征远涉重洋，虽只你一人，但意义深远。我送你这副关云长单刀赴会的画卷，愿你勇往直前。因为有一个中国人，你是第一次 go 踏入了奥林匹克的大门。我们的民族正经受着战争的苦难，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骨气，更需要尊严，更需要奥林匹克。你让人家袖珍等到什么时候？各位同胞们，今天呢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以及自豪的一天。因为有一个中国人，他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，也是第一次踏入了奥林匹克的大门。我从小是跑着长大的，跑了20多年，我给家里挣什么了？可是我就是想跑，我做梦都在跑。あの先頭の選手は暁の超特急と呼ばれたのです。你什么想法你啊？学校都没了，还想当什么跑步冠军呢？跳跳跳跳！连长，嘿！你一定知道
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吧。劉長春さん、あなたは満州国代表として今年の7月にアメリカで開催される第10回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に已经被正式任命为满洲国的代表，参加今年在美国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。你将成为满洲国的英雄。不是被日本人收买了吗？我不允许海监卖国贼的脏手碰我。那完全是被日本人陷害的。我从大连逃到北平来，就是为了证明我不为日本人跑步。我要为咱们中国去参加奥林匹克。这么大的中国，打不过小小的日本，还去 Olympics？ 参加奥林匹克，你是中国第一人。此行目的何在？为国争光。万一输掉怎么办？啊，你让洋人怎么看我们中国人？你说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，而是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。我现在代表国家，我来了。第一次啊，难道就因为不能取胜，我们就应该放弃毁掉这宝贵的第一次吗？难道就因为第一次失败，我们就应该受到蔑视和侮辱吗？难道我们只是为了取胜才来参加奥林匹克的吗？我绝不会放弃比赛，就是死